J'aime ta couleur café, ta cheveux café, ta rougeur café. Je me compromets, tu danses à la chaîne, tu murmurais que ta bracelet, je les bracelets. À tes pieds, il se balance. Couleur café, que j'aime ta couleur café. Cette couleur de la paix. Ok.哎，镜头好像不是很正。OK， 对了 ，OK， 早上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野生动物园，因为野生动物园呢是以前大概什么两年前嘛，一年前还两年前才去过的。现在我们要去，因为什么呢？那时候我们没有车，因为没有车的话呢，去呢很麻烦，要打Uber 啊，要坐公车啊之类。现在呢有车了，再去那个野生动物园呢，其实呢我感觉挺近的。现在等妈妈呢一早呢就去弄牙齿了，因为他英国的弄牙齿的地方呢不是一次过帮你弄完的，要预约继续弄，继续预约继续弄，所以比较麻烦。好了，我现在呢就去接妈妈，接完妈妈我们就直接去那个野生动物园。好多话他们 OK。那现在呢我们就到了，以前呢我们是打 Uber 来的，我现在要找一下 car park， 前面是 car park 吧，对啊，对对，我看我旁边，哇，这里很大，哇，这里应该是在这里。OK， 对，妈妈，你看，我们到了，因为呢，我以为可以乱停，现在他这里不给你乱停啊，他有三四个工作人员指你要排队来停这种这种车位。这里听说是私人的，管理的还蛮棒，一个大土豪开的。走吧，我们去吧。走。我们来到了长颈鹿，以前呢我们来长颈鹿呢这里呢一个人都没有的，很少人的。为什么会眼睛在一起？哇，这个是什么？竹蜡。哇，竹蜡不要出去了，要出去了。里面啊，都两年不来了，还是这么臭啊！在长颈鹿里面，我们可能要在上面嘛，上面兜过去，又可以上到这里可以上去啊。那边哦，好吧，那这里这样。以前呢来的呢，他没有做的这么好的，以前做的就是见识当中，就是以前那个 vlog， 起码一年多了嘛，一年多两年了吧，这个 vlog。走，我们在这里看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火鸡吗？这是什么？小妹妹。我就走出来了，你看。我就走出来了。Go go go。干嘛干嘛？我上去看一下。对，我带了靴子给他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我们上面。哥粉，哥粉，这个你记得吗？这个竹蜡。对啊，妹妹来的时候还是很小嘛，就是那个还要坐在那个车上。现在我们出去，我这里真的很臭。走走走，这里这次来啊，真的和上一次啊，真的差很多。这次来，所有的东西呢都建得好了，上一次都是荒野那样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次应该你看，有斑马，什么都有了，都是很齐全的。上次还在建那个长颈鹿那个房子，
我们去那边蓝窝看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鬼。这个是屁股呢，是斑马屁股，头呢就有点像我也不知道什么头，你们看一下。这人这里的这个动物呢，哦，在那边，我们去那里看一下，怪怪的。啊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对啊，这怪怪的这个，你看一下。你看，应该看不到这里，我在那边在。刚刚这个叫什么吗？这个叫什么？奥艺术。啊？不是，我说这个叫什么？这个美。马。这个美。这个美。这个美。中文。这个美。好，我们又回到门口了。我们里面可以参加这种活动，可能小孩子要到9岁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我怕什么禽流感这个东西。我们看看别的，很可爱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这个小鹿，哇塞，你看看有个小小的鹿，你看就这个小小的鹿，好可爱哦。你看这个鹿，那个小鹿是什么？你看这个，这个什么？这有点像孔雀，又不像。这个就是腿，你没发现吗？是吗？另外一个腿。哎，怎么只有一只腿啊？你们看，哇，这是你有两只，怎么他一只腿啊？我有两只腿，我太帅了。哎，你这个只有一只腿哦，这个腿就藏起来了吧，他藏起来了这个腿。可能在练功吧。走吧走吧，看别的。小鹿好可爱，真的很喜欢。不理我，但是我刚才叫两声他出来了。你看妹妹叫他 Hello， 妹妹 Hello， 妈妈，对啊，要叫 Hello。 这是什么？沙的啊？那沙的什么？个沙的萨，这个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萨，这个不是叫 flower 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应该叫 flower 吧？你看。哦，他没有死啊，他就是长得这样的。对，不能摘 ，no， don't touch。你知道吗？他们是群居动物。他们在，你看哪里？有没有发现？啊？哦，这群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狼来了。瑞芬，你看到没有？狼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呜。走了，他们走了，我们要赶快去那里看了。这狼啊，你这个是猴子，啊？Come on， 贝贝。哇，今天真的是，不是，怎么讲呢？我每次拿相机在这里拍的时候呢，因为可能小孩子太多了，他的妈妈呢，那些旁边的人呢，老是看着我，这个人在干什么呢？这个人这么自言自语对着相机讲话呢，以为我是疯的。好了，我们在那边再看一下。这个不要搞 ，no， come on， 你看，让我们看这个小家伙，哇塞，这个是他的大便吗？应该是，你看这，哎呦，你看搓手，哎呦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哎呦，不要弄，乖乖本，哈哈哈哈，他
把手整个手抓灰。那没关系啊，他来这里玩肯定要这样啊。哇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要推进去啊，进去啊，come on。哇。哦，刚刚那边那个是小那个松鼠吧，还是什么鬼？那边现在大很多，这里真的是。你看，要洗手吗？这里有洗手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怕你到半途啊，把手伸在口里面，这都是假的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这边，是什么吗？叫 Limos。Limos 啊？哇，我都不知道，他也知道。对对对，挺可爱的，我觉得他有点害怕，那么多人在看他。贵贵，贵贵，你想做 limo 啊？走吧，他这里就有一个，你看。应该是一个妈妈和她，她的房子在这里。妈妈，你不是你妈妈，你要找妈妈。什么？她说这个在前面啊，走吧，我们在前面。对，前面再看嘛。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是啊。不是叫 limo 了，这个真的是。叫这个 limo。limo 就是 limo， 对啊。这个吗？我都不知道这个，他知道叫 limo， 在哪里啊？在这儿。我看一下他妈妈，看到了。哦，他们有名字的，一个叫 Joe， 一个叫 Toby。2013年 ，Joey， 对对 ，Joey， 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就是这个黑一点的，这个应该叫 Joe， 这个应该是叫做 Toby， 这个对，他们两个是一对的。2013年就来了，哇，很老了他们，啊，老羊，走吧，走吧。有星星啊！有星星。对啊，应该是吧。星星。对啊，他们帮他在抓那个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抓什么。哇，你看这胸口。哎呦！哎呦！打架，打架。嗯，我再看。这是多少？这是 win， 这是 win。这是 win。嗯 ，yeah。就好了，不能买那么多，这可以。OK， only one。one。一个。妹妹想要一个。那一人一个。OK。只能一个。一人一个。只要选一个，不可以两个。这个呢，贵妃。这个呢？那个不要。人一个。one。only one。only one。I like one。that one。OK。Are you sure？ OK。only one。OK。OK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动物园，野生动物园之旅。其实前几年我们来过，好像零六年、零七年，一七年、一六年，是一七年吧？妹妹出生。妹妹出生了之后，对啊，我们来过一次。以前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，就是在装修。现在呢，好一点，但是人太多了。哎，现在我们去吃饭，吃完饭再说。嗯，走吧。
Sit down.